膜敷40分钟可以吗？贴式面膜一般敷15分钟左右即可，有补水保湿的效果。面膜里虽然有大量的精华，但15分钟左右也会被吸收的差不多了。敷面膜时间太长的话，脸上的水分容易被面膜纸倒吸收，反而影响面膜的效果。如果想要补水效果加倍的话，可以在15分钟之后将面膜纸揭下，敷上一层芦荟胶或者是晚安面膜，再把面膜纸敷上15分钟。三明治面膜法可以使面膜效果最大化。